巴黎著名品牌欧莱雅正式牵手李宇春，形象向来帅气靓丽的李宇春第一次以代言人的身份踏足康城影展，并侃侃而谈自己在演艺圈的心路历程，一起去听听他的心声。继中国红星巩俐和范冰冰之后，又一位华裔女星加盟巴黎著名品牌欧莱雅 L'Oreal， 成为新一代代言人。第一次以代言人身份亮相第66届康城影展的李宇春，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美容品牌代言人。就是代言人好像都是长发飘飘这样，大波浪这样，很美很美很美。然后，所以当我们跟欧莱雅接触到的时候，还挺惊讶的。现年29岁的李宇春日前以一身大红色真丝雪纺拖裙夹克现身康城影展红地毯。他的出现犹如一缕春风吹进康城，李宇春走在红地毯上的青春自信从容尽显王者风范。参加2005年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李宇春，出道8年以来，凭借悟性、勤奋与坚持，苦练内功，积累作品，成为中国乐坛少有的能歌善舞、具备词曲创作才能的顶尖女歌手。